非常棒，非常棒，是因为饿了吗？来问一下这位我们的花花公子啊，很香，很香啊！刚才后面有谁吃到吗？你吃到了对不对？你吃人家的东西，好歹看人家一眼，稍微有一点吃货精神，好不好？来点评一下刚才这个玉米怎么样？很好吃，很好吃，但你的心已经不在这里。好，一分钟时间到啊，拉票结束啊。好，看一下嘉宾这边，已经下锅了吗？已经下锅了对吧？对。哇哦。这个你是从哪里学的？这个呀，就是很简单的呀。是看书学的还是？看视频，看视频书。那你平时对美食还是蛮有研究的。哎，我平时的话会经常去看一些做菜的视频。空的时候会自己去研究。对。你有想过说要做一道自己最成功的菜是什么？或者终极目标？糖醋排骨。糖醋排骨应该是我的。人气最高的一道，人气最高的，但可能因为时间太长了，所以在燃烧。现在接下来有没有想学的新菜？接下来比较想学川菜。川菜，川菜很麻烦，因为你知道川菜最麻烦的是什么？每次到川菜馆，你得看变脸，所以你学川菜可能要从变脸开始学。变脸很厉害啊。